窍门活泼，爱唱爱跳，他们是迷你版的 SHD。 这三个可爱的小女孩虽然身高只有1.2米，但却已经是28岁的大姑娘。因为身高，她们曾经孤独自卑，饱受嘲弄；因为身高，她们从素不相识到相互鼓励。如今的她们阳光开朗，亲如一家。她们就是秀珍三姐妹。有请本期主欢迎三位。坦白说，这是我来到有请主角这个舞台上主角来的最多的一次，而且不但多，你看三个小小的女孩竟然有这么强大的气场，又这么可爱。你们介绍一下各自的身份好不好？大家好，我叫杨晴，来自四川成都，今年20好几了，海拔1.25米。大家好，我叫云云，来自福建莆田，我今年28了，身高1.22米。我叫莎莎，来自江苏省新沂市的，虽然说我跟她是一样的年龄，但是我才27，因为我还没过生日呢。莎莎，你是三妹。对。你身高多少？1.3米。不对。啊？你的脚是不是穿对增高的？没有呀，他没有穿对增高，我穿增高鞋了。所以你们的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什么？秀珍三公主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到底叫什么？这有点默契啊，他老是慢半拍。再来一遍，你们的组合名字叫秀珍三公主。